小苍蝇和他的妈妈停在一坨大便上吃午餐，小苍蝇就对他妈妈说：“妈妈妈妈，我们为什么要吃屎啊？”他妈妈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这么恶心的话。”我都是汤上锅，没有不分好坏，就看真假。生活过得好啊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总觉得。
吗？你有病吧？多大人了，还在那块闹，还在那块玩，那浪费粮食不？哎，真是有点坏了，你们呢？我太难了。下午吃饭，不去。为啥？我要减肥，我现在要睡觉。你给我讲故事，我睡觉。我听故事啊，正好我最近新学一个故事，说有一天大肘子过生日，然后大肘子给他的小伙伴们打电话：“喂，羊串，你在干嘛？我今天过生日，你快来吧！你顺便叫上椒盐鸡排，还有小龙虾，还有榴莲千层，你们姐赶紧过来，速速到来！洗澡没事，洗澡赶紧去。”下午吃饭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别跟，快点，你别跟一天在那床躺着，快点。Spin back.德云小仙这长得一个瑞瑞，德云小仙女长得，你说小家碧玉秀外慧中哪个名字不好听？好听啊，建国钢蛋小仙女，小仙女呀，真是贼，小小的眼睛，大的腿，上面胡子一大堆。把手拿着，踏实乐，对，把手那姑娘长得多好看，把手放来，把手放，把手放，把手放，对，把手放下啊，挡上吧，挡上。我们小仙女这。哪个姑娘这常来听我们九男的相声？对吧？那可不是，喜欢九男不？不喜欢。这题对吗？对。读给我听。猴贼。猴贼。为乐游，则为轮，水轮。耶、yeah.。破物破。练波物步连起来破。